シュートだったな。両南は得点力のある赤城とルカを警戒するあまり小暮を甘く見た。改めて思い知らされたな。バスケはコートにいる全員がシューターなんだ。あの勝負強さ、小暮も柔道部にでたらめ言ってんじゃねえ。田岡監督、敗れはしましたが、あの粘りは驚異的で感動すら覚えました。敗因は何だったんでしょうか。小暮は層の薄いベンチ要員として、敗因はこの私。両南の選手たちは最高のプレーをした。Hello， 各位初粉们，大家好，我是王大仙。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为大家带来是进阶木木基本成型的一个天赋点法、实用招式的应用以及潜能的推荐。那废话不多说，训练开始。影片开始之前，还记得点赞、订阅、分享哦，并且打开订阅旁边小铃铛，这样的话你不错过任何进阶球员的最新动向以及最新实战。首先，第一个点满的就是变向速投。那么这页的进攻技能也是我们副队长新的进攻杀器。单单是这一版就衍生出三种三分的手段。第一种就是加了范围的变向速投，那么这招可以在三分线外用，其效果就好像阿神的一段侧跳。那么接下来的攻略我也会把木木的变向速投简称为侧跳一段。另外就是突破变向速投，技能介绍说是打断突破然后衔接一个变向速投，但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打断突破不是像集训流川那样只可以随时中断突破的动作，也不像影星那样把突破动作切半来中断，而更像集训青田那种突破动作快结束的时候减少一点硬直衔接一个变向速投，是属于比较低级的那种中断突破。那最后就是假投变向速投，接球虚晃一下然后侧跳，范围和速度都是蛮不错的。第二页推荐点满鼓掌，这一页技能也不多，就两个。有了这个技能之后，你在搭配某些特别需要能量的强力得分手的时候，例如影仙、集训赤木或是三井之类的，木木就有一席之地了。这里跟大家举例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木木传球给队友，那如果队友得分了，木木会吃到一个助攻的能量，队友除了原本就能得到的能量，还会因为鼓掌再得到额外的能量。而且木木就算从来没碰过球，只要是队友进球他都会过来鼓掌，非常好用哦。当然啦，如果你看到这些独狼队友浪头进了，那还是会过去帮他鼓掌就是了。再下来就是反跑这一页，点出直切。那么基地传球是比想象中难用很多，因为这招是要在反跑的过程中使用，队友传球给你的时候你要刚好处于反跑的状态，也就是说你的反跑按早按晚了都不行，是要时刻注意队友的动向，看到他们准备传球给你的时候你要再按出反跑加基地传球，还蛮难用的。这一页的关键是要用直切，因为直切是一个新的晃动动作，所谓的直切就是在反跑的过程中会多晃一下，当队友持球的时候用反跑或者直切过来晃掉对手，从而拿到空位出手。这里我一定要吐槽一下这个直切变向投篮，因为这个看起来很猛，但其实超级难用。因为直切的动作就是晃动的那一下，它是要求在晃动着这一下时候，你要接到球再按变向速投。除了要知道队友传球给你的动向，就连什么时候球要到你手你都要计算好，又是一个反人类的招式。最后就是点大招那页了，点出控卫三分这几个技能，因为这里加的控卫三分的命中率是木木全部三分招式的命中，不管是速投、接射、侧跳还是平 A 都算，这也是为什么木木进阶之后三分强大的理由。那么以上就是基本成型的点法，需要的素材大概需要这么多，同样也是我没提到的招式，就是先不用点的意思，以后有资源再回去点。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些木木的实用技巧。第一，反跑和直切的方向控制，例如你想去右边用反跑的话，你就应该拉右方向顺着它，但如果你想用直切去右边，就是要拉反方向拉左，直切完就会往右。简单来讲就一句话，想用反跑去哪个方向就拉哪个方向，你就去哪边。想用直切去哪个方向，往反方向拉就是你想去的位置，例如我想去左边，直切就要拉右，我想去右边，直切就要拉左。所以在队友带球的情况下，熟悉运用反跑和直切来甩掉对位，并衔接侧跳一二段出手，也是木木的必修课之一。第二，侧跳一段可以在三分线外用，其实就已经是质变了，最常用的肯定就有这种反向侧跳啦，或者像是这样子的出圈侧跳。
带球出圈的时候，出到圈的一瞬间就开个侧跳来用，这招偷分超好用。这里有个小 tips， 最好出圈的时候呢，明确走向一个方向，给对面一种你就是要去那边的印象，然后你出到圈的一瞬间拉反方向用个侧跳，这样的话得手率会高很多。变向速投的第二段双向变换，也是俗称的侧跳二段，它只会射出两分，不管你在什么位置用什么招式起手，这招只会两分出手。顺便提一下，新招式假投变向速投也是可以衔接侧跳二段，直切变向速投也可以哦。侧跳二段好用的地方是，当对手过于戒备你的三分的时候，侧跳二段往往就很好得手了。而且木木的两分顶头是蛮强的，吃了干扰大概率还会进球，对于玩家的心理压力没那么大。而且领先的状态下，你用侧跳二段偷两分，既能稳定士气又能攒能量，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三，开局反跑侧跳，那么操作非常简单，就是开球在左右两侧的时候用反跑，然后衔接一个侧跳偷个三分。要注意的是，这里一定要尽量贴近外侧，反跑第一下踩到圈内是无所谓的，因为它第二下侧跳会跳出圈外出手，或者像是这样子的反跑反向侧跳。那么操作要点是，反跑之后不要马上出手，拉反向跑一步再反向侧跳，练熟之后会是很好的用的一个招式。另外当然就是开局假投侧跳啦。第四，突破侧跳，这招有几个用法。首先在三分线外的高位侧跳，那注意的是发动时最好是离侧跳的范围远一点，这样的话可以确保突破以后是能踩到侧跳的发动范围内，自然也少不了像这样的反向高位突破侧跳啦。另外就是像是这样子的原地突破侧跳，这招有两个要点。首先你第一是必须先踩到侧跳能发动的范围内，用一个原地突破，再衔接一个侧跳一段，方向自己选。另外按侧跳的时候呢，千万别按太快，如果你按太快很容易就会变成侧跳二段，三分变两分就亏了。当然也别忘了用多了三分出手要混搭两分过来偷分，突破侧跳所延伸的木木三折跳也是不错的。所谓的三折跳就是突破加侧跳一段再加侧跳二段，总共跳三下。这里要说明一下，木木的侧跳一段是任何时候都能选择方向的，包括突破之后。我个人常用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两段单方向最后折一段，第二种就是按了突破之后在突破结束前拉反方向侧跳，最后侧跳二段会再折一下啊，没错，就是所谓的反复横跳。第五，如果你不按任何方向键的假投侧跳和侧跳一段，它都是默认往右边跳的，这个大家可以知道一下。那么接下来就到潜能部分了，首先推荐的是实用度最高的传控三分套，蓝色传控三分，黄色三分抗扰，绿色抗扰能量或者是抗扰传控，特质用欢呼、超远三分、手感提升，其中王牌使命、队友信任、接球之王、摇摆人、投篮封锁过来备选。这套基本是所有三分手都适用的一个潜能啦。球风主要是针对三分的，能让木木的顶头有不俗的表现，高传控也能带来很高的收益，不仅没那么容易被人超截，能让木木的传球和接球更加稳，而且只要是晃倒了就是一个空位三分。但欢呼是为了保证一局至少能开到两个大招，那毕竟两个必中的三分还是蛮有优势的，而且在天赋是有减上限的，木木的大招只会越开越快。这里特别提一下超远三分带来的收益，是在队友拉开回传的情况下，保证木木在远距离接球会不掉球。我个人比较喜欢站外线牵制，所以觉得这个特质还蛮好用的，要不然队友好不容易拉开了空位，结果传给你就掉球了，多可惜啊。这套潜能在三色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把两个得分特质换成王牌使命和队友信任，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喜欢三加二的玩家打得更顺。增加的中投可以让木木安心顶投两分，偶尔偷一下三分，喜欢这种球风的就选这种。另外木木的防守套就是盖帽套了，蓝色传控三分，黄色三分抗扰，绿色盖帽弹跳，特质欢呼、投篮封锁、摇摆人，其中队友信任、王牌使命、超远三分、手感提升、接球之王备选。这套主要是用于木木要对位射手的时候，例如阿神、三井他们的时候，可以增加防守。木木本身的盖帽技能还是 OK 的，而且他的盖帽是不吃加速，不会因为你开了加速而拐到脚。
最后或许有人会问，那木木用回之前的中头盖帽套可以吗？可以，当然可以啊，还是那句话，只要用得顺，玩什么都可以。只是我个人觉得木木进阶之后的三分能力是提升的最明显，即使不得分，在外线牵制就已经有发挥了，如果只打两分的话，觉得有点浪费了。那么总体而言，木木是一个典型的辅助型的球员，天赋有盖帽，有地板球，他有得分能力，但他不需要像流川三井那样站出来疯狂砍分，就如原著一样，队友进球了，木木会默默拍掌鼓励，看起来不起眼，但确确实实是有支撑和帮助到球队。鼓掌给的那五点能量或许没有很多，但这五点不仅仅是能量，而是一份对队友的信任，一份我相信你能进球的信赖。那么这部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或是有参考价值的话，还请点赞订阅分享，也欢迎转发给身边喜欢木木的朋友。我是黄大仙，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